你什么态度？我讲你两句而已，你就不欢喜？我不是不欢喜，我跟你讲过，我工作我会自己决定、自己处理，一直念也没有用啊。我这样说也没错啊，爸爸关心儿子有错吗？一直讲、一直讲也没有帮助啊。你就是说我最爱念你的，我是说，我是希望做妈妈管你最好啦。我是没法度。你要去打？你饭不吃，要去打啦？你现在敢出去，你就拢莫回来啦。喂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现在说完。穿较少的啦，外口真寒啦。